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米威可全美国总代理第一家零售店于19日在蒙特利尔公园市的时代广场隆重开业。蒙市市议员林达坚、前加州众议员伍国庆、蒙市市委员林伟健和米威可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孙玉达、米威可全美总代理薛宇辰一同参加了米威可全美第一家零售店在蒙市的开业剪彩仪式，并向他们颁发贺状。我们在全球呢，差不多有1000多家门店，在海外有300多家，在中国呢有700多家门店。这个美国首店的开业呢，我们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然后能够在美国迅速的推广开。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retail 买卖东西的时候，我们想要改变每个人的这个经验，不只是说去买东西，可是让他们有好玩、有好东西，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很快乐。来自中国的米威可创始于2014年，是集设计、精选、零售于一体的国际快时尚百货连锁品牌，商品涵盖洗化美妆、数码器件、针织饰品、文体玩具、电工电器、厨具洁具、居家摆件、箱包挂饰、鞋帽衣袜、保健理疗十大品类。开业当天，引来许多民众排起长龙一睹为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